各位好，我是中央气象局第四组组长黄维志。我负责的业务是气象雷达测报业务。中央气象局在民国54年，于联合国专案计划的协助及推动下，建设了花莲气象雷达站，这是我国第一部气象雷达，也是我国气象遥测作业的诞生。经过46年的发展，目前气象局一共建设了4座气象雷达站，除了花莲气象雷达站外，还有北部的五分山、南端垦丁雷达，以及西岸的七股雷达，形成一个完整的气象雷达观测网。各位在网络上所看到的雷达回波资料，其实是由各个雷达站的资料整合而成的。雷达向空中发射了电磁波，只要遇到雨滴，就会将一部分的电磁波反射回来。通常远处下大雨的时候，雷达的信号比较强；下小雨的时候，雷达信号比较弱。那各个雷达站的资料经过电脑处理成数位资料以后，会送到台北局本部来，经过局本部的整并处理，并且呢赋予颜色，最后再送到各位的面前。其实雷达回波信号本身只有强弱的区别，并没有颜色的区分。我们是用人工影像处理的方式赋予不同的颜色，借以区分远处云雨中不同含水量的多寡。目前气象局的雷达回波资料每10分钟就更新一次，各位可以点选静态显示的方式观看过去12小时以内所有的雷达回波资料，一共有72张。那也可以点选动态显示的方式观看过去2小时、3小时、4小时动态的画面，以了解整个云雨带移动的情形。在此要特别跟各位说明的是，雷达资料收集一笔全天域完整的讯号需要7分半钟的时间，再经过卫星的传输、影像处理作业、网页上伺服器的处理，还需要7分半钟时间。因此当您在网页上看到一笔更新后的雷达回波图的时候，其实是15分钟以前在各个雷达站就已经开始处理的雷达信号。换言之，标示成12时0分的雷达回波图，其实是要12时15分才能够送到您的面前。气象局的新一代气象雷达在民国91年全面的更新建设完成，所有的操作、维护、保养，还有影像的处理、资料的监控传输，都由本局同仁完成，全年无休的工作。因此当您看到一个完整的雷达回波画面呈现在您面前的时候，请您与我一起默默地祝福这一群幕后的工作伙伴。我们也愿意您提出批评指教，让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圆满。谢谢大家。